秀和一方，来来回回之间花时间变万花，实在不简单。恒久的运动充满体验意义，一上一落之间速度力度配合，真心的观念，高高低低心有点永恒的定力，转呀转呀转不停，散发生命火花，一团火燃烧心火，烧掉心中那迷惑，久久的火是能量，切碎百炼金刚，要经过琢磨，一团火燃烧心火，冲破障碍不怯懦，自强不息成长，要突破青春岁月，由我来掌握。团体赛的冠军奖杯由谁来夺得？让我们拭目以待。后天，那我上吧。不，你最后上。后天，那我上吧。不，你最后上场，让我早一点会会李飞。李飞这轮不会上的。只要我上场，李飞一定会在这一轮上场。他们还剩下那个不会 EA 的姜之雅。如果这一轮再不赶上，那他们就完了。电击队的高天获得9.9分，不愧是东南亚地区的冠军。电击队目前的总分是67.6分。李飞，还是你最后一个上场吧。不，这轮我上。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在第七轮的比赛当中，炫火俱乐部的外援李飞竟然获得了十分，是一个十分，这是银沙湾悠悠球历史上的奇迹。炫火队目前的总分是67.2分，67.2分。现在请各队最后两组队员上场比赛。现在兵刃队和风速队的队员都已经比试完毕，兵刃队总分75.8分，风速队的总分76.3分。好，现在只剩下电击队和炫火队的最后两名队员没有上场比试，他们是电击队的沈东，炫火队的江之亚，有请电击队沈东。终于轮到我了，东东，看你的了。老师，一定拿下！电击队获得9.4分。风速不是很高吗？足够了。你应该看看对手是谁。那个江之亚根本不会 1A， 团体赛的时候就凭一招愿者上钩，评委根本不会给他高分的。就仗着一个李飞，根本挽救不了炫火队的命运。现在比赛到了关键时刻，电击队的总分是77分。炫火队在还有一人没有上场的情况下，得分是67.2分，也就是说，炫火队的最后一名队员得分一定要超过9.8分，才能够拿到本次大赛的冠军。炫火队要加油啊！江亮，江亮，该你上了。他说什么？9.8分？不是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啊？怎么会这样？今天又完了。江之亚，努力一下也是有希望的。原本以为你们在前面可以多赢一点，我在最后能轻松一回，谁想到会是这样啊。江之亚，还记得我和你说的话吗？啊，记得。你说用玩4A 的心态来玩 1A 球就可以了。对。可是 1A 跟 4A 就不一样嘛。哎，江之亚，你要是不想比赛就算了，从小到大你就是一个懦夫。我告诉你，当初我教你学悠悠球，那也只是没事做。说实话，炫火队就不应该让你入队，也根本就不需要你这样的蠢材。郝军，你说什么？郝军，我受够了。自打我进了炫火队，你不分白天黑夜的挖苦我、讽刺我、嘲笑我、贬低我，仗着你会几招 1A 球就可以翻脸无情欺负人吗？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江之亚的 1A 球哪里比你差。哼！江之亚，加油！加油！加油！
9.9分是9.9分，炫火队的最后得分是77.1分，炫火队以0.1分的优势险胜电击队。李飞，我们成功了，这都是你努力的结果。师傅，你真棒！哎，没想到你还真行啊！你少来啊！我宣布，获得银沙湾市第六届俱乐部杯悠悠球大赛团体冠军的是炫火悠悠俱乐部。花时间变万花，实在不简单。恒久的运动，充满智慧意义。一上一落之间，速度力度配合，真实的。哎，郝娟，我怎么感觉拿了冠军，好像心里突然很空虚？也许是没有目标了吧。我也有同感。不愧是我徒弟。我看呐，是你技术水平本来就不高，这次又纯属瞎猫碰上死耗子，哎，所以才心里不踏实吧？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我可是舍生忘死挽救炫火队，你还说这种话？就你还舍生忘死呢？我告诉你。要不是李飞早就算出来你会软脚，让我存心刺激你一下，就你姜之雅这副软骨头，早就把炫火队输到天边去了。高人呐，佩服。赢了，赢了！怎么会这样？不可能！是真的，师父，我已经输了。没有输，你还没输。明天不是还有个人赛吗？你一定要赢回来。恐怕我已经没有这样的胜算了。胡说！不可能！你必须赢！高天，要记住。你是奇迹，你是不能失败的。你打开工具箱，里面有一瓶特殊的润滑脂，你想办法放在李飞的悠悠球盒里。比赛前他一定要上润滑脂的，这是一种极快的腐蚀剂，会在极短的时间里腐蚀轴承。当他做上线动作时，被腐蚀过的粗糙的轴承就会将绳线拉断。可是这太卑劣了。现在呢还管这些？记住，你不能输，绝不能。喂，喂，大赛的结果如何，你现在都要当好这个队长，因为你爱悠悠球，因为你爱炫火队。
好，各位，经过昨天团体赛的激烈争夺，炫火队最终夺冠。今天我们将要进行的是个人冠军的争夺赛。根据大赛评委的评定，我们选定一部分在昨天团体赛当中表现出色的赛手，来进行今天个人赛的争夺。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光灿烂一天出发，心中许下的承诺，大家一生也信守，蓝天之下的约定。天大地大，各不同的路，你和我要踏上成长的旅途。漫长路上感到孤独迷惑，请你相信我，抬头看看天空，深深呼吸，怀抱着信念。白的云，蓝的天，风雨过后会出现，不管分开多远，共鸣心声在耳边。白的云，蓝的天，梦想终于会实现，在同一天空下纵横地平线。